你们是为哪位领队而来的呢？李易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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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易峰。我就是非常喜欢舒豪哥，我没有问题了，因为他已经表明身份了。杜峰，杜指导有想挽留一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其实这个场景在我梦里发生过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真的发生了。我梦里也梦到了这一场，我们俩应该做的是一个梦。我梦到的是你选择了蓝色的球衣。梦都是反的。他们给100万的那支可能是正常的，我们给100万可能不是那么正常。 Why? Why? 我可能这里不会找到比你好的控球后卫，你应该就是我们的先发控球后卫。我对你不会改变，教练的位置给你。后边遇到强的要不惜一切代价。对对，那三个太可怕了。给那么多吗？万一他们要抢一个更好的球，一个整体的很好选，相信好吧？你这老谋深算，老谋深算。每个人笑疼的够疼的。